是不是那边叫拉瀑布，对不对？我们到，我们去看的。就有流水。叮当叮当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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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们辛苦了。他怎么叫他弟弟，又叫他儿子来演？什么叫他弟弟？导演演不就生啊？所以他弟弟他儿子就……那你们不要受到影响。弟弟是谁？我也演的。弟弟是教授。对啊，这个他弟弟啊。弟弟梁修这个宝盒太多东西了吧？嗯，要不要怎么盖住？这件事情，我们先让想想对方曾经骗过你什么事，把他洗掉。他跟什么对象？对啊，柿饼是扁扁的啊。